我们这次展览的话呢，总共面积呢是总共面积是2300平米，那么展出文物呢是922件，有很多文物呢都是首次向观众见面，比如说最关键的这个镇据链，我们的这个刘贺玉印以及内观出土的许多的这个文物都是首次见面。